节目组特种兵拍摄之极限翻山越岭横渡4500公里，登上了1000多米的东北长白山，穿过了2500平方公里的库木塔格沙漠，横渡了无人居住的海南儋州市临江石岛，飞越卧虎藏龙的浙江安吉大渚海。导演是个十足的细节控，大晚上还在讨论服装造型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，天没亮演员就开始化妆了。早上8点太阳还没出来已经要开工拍摄了，9点在沙漠吃绍兴小笼包，吃饱才能认真工作呢。10点开始搬道具了，换个地方搬道具，又换个地方搬道具，路途艰险只能靠人力搬运。中午12点导演说这是今天的午饭，下午1点发现道具有点眼熟，长白山太冷了，演员小姐姐妆都掉了，海岛上海风更冷，明月演员还穿着短袖，太阳下山了，哪怕荒无人烟，气候恶劣，特种兵拍摄依然没有停止，期待4月18日12点 Z 世界客户端国风无双播出。